第38题，在25度 C 下，将四氧化二氮置入一密闭容器中，容器中会有下列反应，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选项还是在考勒沙特勒原理，取有余，补不足，多的送人家，少的向人家要。选项 A、B 是放入冷水中，冷水就是热变少，热变少，少的向人家要，所以反应会朝左进行，从二氧化氮变成四氧化二氮，从红棕色转变成无色。所以选项 A 说平衡向左进行是对的，选项 B 说气体颜色变深是错的，会从红棕色变成无色，所以颜色是会变浅变淡。选项 C 说是放入热水中，热水是热变多，多了叫送人家，反应朝右进行，生成我们的二氧化氮，颜色从无色变成红棕色，所以选项 C 说我们的二氧化氮分子数减少是错的，它会生成二氧化氮，二氧化氮分子会增加。同时，它从一个四氧化二氮会变成两个二氧化氮，所以气体的总数会增加。所以选项 D 说气体总分子数会减少也是错的。所以第38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将锥形瓶放入冷水中时，平衡向左进行。